乌心游是舞甲大家拢相当惊吓，难道关于元旦小会王彩云伫定期会中是应用即处一连串的涉案风波，要求官府教育处一定要严格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，因为业者为了赚乌心钱，就是道德上出了问题。三年赚7.5亿，这么多钱，四个兄弟啊、五个兄弟啊，敢开会完？所以现在真的是良心。下面每一个人做代志拢是爱良心、良心道德，但是我感觉即卖教育真的是失败。这个业者良心问题，这个良心问题、道德问题，都是爱为教育。阮即组安尼讲，这个良心道德，你要如何从我们的下一代过来甲教育起？官府教育处嘛指出，生活教育是相当重要，一定会强烈要求各学校来加强品德教育，利用社会以及生活上所发生的代志来进行机会教育，同时嘛要求老师身高重于言教，自身一定要做好模范。很多问题其实真的跟学校教育息息相关，所以我们也会在要求学校，特别是重视我们学生这种生活教育跟品德道德观，那我们会在国中的公民道德部分请学校特别加强这个部分。那国小的部分刚才陈议员也指教过，那我们会再跟学校要求，特别是在导师时间。那另外就是一开始跟议员报告的，我们要要求我们的教职同仁，其实身教真的是最重要。无论是乌心企业，也是一挂社会案件，拢显现出现在的教育，不是只有注重课业成绩，品德教育也是上界重要。如何教育咱的后一代养成优良的品德观念，这不是只有教育单位的责任，嘛是每一个人、每一位家长的共同责任。记者蔡凯采访报道。